6月3号的独库公路，大雪纷飞。现在开始降温了，下雪了，车没换雪地胎的赶快走了。带你们见一下6月飞雪，这是6月3号的独库公路，哈希勒跟达坦。 独库公路通车第3天，6月3号，山上哈希勒跟隧道一路大风雪，一路大雪，我们就这样骑过来了。什么他妈的叫魔雨？看，看看，一路就这样滑下来了。关键是这个头盔看不见了，我头盔看不见了，身上他妈也湿透了啊，裤子也脱了，没穿雨衣。 今天这一路干回乌鲁木齐，坚持。上来，别管车了，快上去！ 大家看一看啊，这是凌晨的东莞，东莞大道这一段被淹成了什么样子了？有多少台车被泡水？伤。 本想吟诗称天下，可惜自己没文化，一去我朝谁老大？ 哎呦，那你还藏着一辆的，妈的，还好我没开过来。是是是，这你要是这，过来我一看，我操，都已经到半个轮胎了，赶紧从那进来。对呀、啊，对啊、这你一跑，完了，丢一辆车。我还在涨，水还在涨。一开始我晚上跑网约车的时候，它那个腰部那边还没。 今天早上还怎么去上班那个样子？
都泡水了呢。当然没做呀，你了你切什么？你在找我？顺利回国了，我是北京时间5月31号20:50干的这个事。北京时间6月1日05:20到的上海浦东机场。我知道太多人会联系我，所以我关闭了通讯设备。在去年12月份到1月份期间，我说了要去日本做两件事，还有一件事也会做，也行。网上传言的为何做这件事，各种解读多虑的，大家可以参考被纳入高考试卷的原阅读理解作者的一篇标准。别瞎扯，好。也是慢一点。他说这个离的行为在日本的话是犯法的，他说明会不会有说反省？反省，拔个鸭路反省，反省不了，拔个鸭路。慢点就更得，看啊。看啊。哎，4个人啊，4个人，5个人。咦，哎呀，看给火车碰的，看着车，咦，看到没有，给火车碰的，嘿，这厉害厉害，真正英雄，有火车你不慢点就硬得。看啊，看啊，哎，4个人啊，4个人，5个人，咦，哎呀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。5月30号，今年的西瓜行情算是崩盘了。今年的瓜农经历了大雪压棚、极端天气，现在瓜熟了，价格也是不尽人意啊。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收获情况。现在熟瓜越来越多，呼叫市场上能走动货的客商。白菜的行情，铁打的质量。我就想知道，为什么肥料不掉价，农药不掉价，工人工资不掉价，地租不掉价，偏偏就是我们种的这些西瓜掉价呢？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了几个月，忙死忙活，风吹日晒，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哎，给我们这个价，让我们这些种大棚的人还咋活哎？好瓜不好价，让我们种植户失去了信心，让我们这些人还怎么再坚持下去啊？
唉，俺家卖瓜的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今天的西瓜是真难卖，去家去家都售满了，而且还特别的挑剔，关键是这个价格是大幅度的往下调，第一车卖的是1.75块，第二车糊降3毛，关键是降3毛还不好卖，人家都售满了，叫俺咋弄？你看咱这棚都是被大雪压塌过的，还指着西瓜卖个好价钱呢。你看看，你把价格再给俺稳定几天可行？就这个行情，俺们还得给人送货上门，毛毛钱一斤呀！娘哟，这个行情给我气的，这两天气飞了，气的心口都疼，都气有病了，还都不敢有病，有病都没钱吊谁。哎，地里瓜农不要喊了啊！到哪都卖不动啊，1.5块赚的，卖1.5块都嫌贵，还干个熊都倒闭啊！看看五千斤，卖3天了，奶那个熊呢，还有1500斤，这什么时候能碰到优三啊？让优三来给你转起来吧，你看挂张口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